唉，各位又嚟咧科林嘅如是我闻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准备讲讲咧，就系最近呢一个时事，就系美国好多地区咧都睇到所谓日食。咁日食咧系一个天然嘅现象。咁我哋细个嗰时候咧，就老师已经解过噶啦。咁喺美國咧，今次咧嘅日食咧，好多地方咧係睇到全日食添，咁啊拍咗鏡頭翻嚟。咁其中一個咧比較有趣啲咧，就係總統啊，阿 Trump 咧，即係沙旦，呢個沙旦 Trump 唔係 Logan Trump，佢咧直情就咁張眼去望嗰個日光。你知咧，日食咧係日光咧就俾月球啊遮住咗，咁引致到咧喺某一段時候裏邊咧遮咧就變成一個黑影，咁啊日頭咧好似咧完全咧失咗，冇幾耐咧佢又出現翻，咁但係咧一日正常嘅人咧就唔會用肉眼啊。去睇太陽，因為太陽咧實際上咧非常之殘眼，而且佢嘅熱度咧係好高，分分鐘咧就盲嘅眼都有分喎。起碼咧望完之後咧，你試下1分1秒鐘之後咧，隻眼咧就好多孔喺度啊，咁啊真係咧好一時間失明嘅，係。好多佢嗰啲 adviser 咧，侍卫咧，即刻连忙咧叫阿 Trump 唔该，唔好咁玩啦，你身经肉贵啊，大总统嚟嘅，唔能够咁样做一啲咁样愚蠢嘅事。但系佢啊，真系沙胆。好啦，咁由记起咧，我僆仔嘅时候咧，大约系3年班咧嗰阵时，9岁到啦，我读一间咧。九龙塘小学，咁呢间小学咧，有佢贵族嘅气派嘅。咁当年咧，我记得咧，香港就发现咗一次咧，可以睇到嘅日食，系咪全日食咧？我就忘记。咁学校方面咧。就每一個班房門口咧，都預備咗一啲鐵桶，嗰啲油漆啲鐵桶仔咧，咁就倒咗啲水落去，跟住咧就倒啲墨汁落去，咁啊變成呢個桶水咧就係墨汁水。咁同學咧，全班嘅十幾人咧就排住隊，就走埋喺個桶嗰度望日食。咁呢個方法咧係最好噶啦，因為咧用日食咧反映喺個鐵桶嘅墨汁水嘅裏邊咧，你睇到個情況，而咧又唔傷害到眼睛喎。咁咧當年咧就唔係好多人戴墨鏡，唔係好多人戴太陽鏡嘅。咁啊用呢個方法咧睇日食咧，雖然係古老啲，但係相当之有效。咁睇日食之后咧，就翻房啦。咁老师咧就会讲解日食嘅成因。日食咧嘅成因咧，大家都我谂都要地球同埋太阳运行紧，因为地球咧环绕住太阳行啊，运行紧嘅时候咧，啱啱咧行到一个位置。呢個地球睇到太陽咧，俾太陽射到嘅地方，啱啱俾月球全個遮住，遮住咗之後咧，咁咧就變成一個日食嘅現象。冇幾耐咧，有數計嘅，計出嚟咧就會離開呢個陰影，咁啊變咗咧日咧食完之後就再放光明，咁啊月食一樣。
月食呢个原理一样，就当地球同月亮成一直线嘅时候咧，太阳走到中间遮住咗，咁咧亦使到咧嗰个月球咧系好似突然间冇晒。咁誒冇晒光明之後咧，就現場播跟正話好似有由於無線嘅網絡咧品質唔好喎，咁我因為我咧電腦咧就唔係好高明，所以暫時咧唔知點樣樣做，唔知道咧聽眾、觀眾咧有乜嘢意見咧？咁啊，暫時咧我睇到咧有一位問啊，女王喺邊度？咁以前呢個節目咧，如是我聞咧就兩個做嘅，咁收尾咧女王咧自從醉心於講緊呢個生同感受之後咧，佢咧就決定一個人。做生同感受，咁呢个咧，保持喺星期六嘅晚黑，咁咧我咧就单人讲述，佢又单人讲述，就变咗咧一叉开咗咧，可以有两个人咧唔同嘅节目，唔同嘅节目咧讲俾大家听咧，有唔同嘅意见感受，咁呢个咧都系好嘅。咁如果呢個 Sky Lee 先生咧，阿君咧，想要去聽女王咧，咁你唔該你星期六晚咧喺呢個禁室咧呢、這個節目咧就有我同佢講述，而且今次咧就會去佢個總部咧同大家一齊講添。啊，我咧事實上咧。就真係喺細個嗰陣時咧讀呢個九龍塘小學，而家75周年啦。咁正話講嗰個咧係當年咧喺、這個小學適逢咧一個日食嘅奇景出現嘅時候咧，就我咧就親身咧從呢、這個裝滿墨汁嘅桶裏邊咧就睇過日食。今次咧喺美加咧，反而咧冇睇到。我啱喺飛機上翻嚟香港咧，就冇睇到呢個今次嘅日食。好啦，講翻日食咧嘅同埋月食嘅成因，大家咧而家咧係有科學嘅根據同埋計算。喺當年咧，呢、這個日食嘅成因係一個謎嚟嘅。咁當年咧喺我講嘅當年差唔好耐嘅喎，喺100年到咁期間咧，至到往上差唔多5、6千年咧嘅期間咧，人類咧都唔知道呢、科學嘅成因嘅。首先咧，佢唔能夠確定到咧，又唔能夠知道咗咧，地球係繞住太陽運行。咁一路咧都以為太陽係繞住地球行嘅，所以咧有所謂咧地球係地心說，所有嘅行星其實咧都係繞住地球行。咁呢個自我中心咧係呢個主義咧相當之濃厚色彩。好啦，講翻當年咧係點睇一個所謂日食？喺中國嘅傳統裏邊咧，佢係講天上嘅日天狗食日喎，天狗食日，我哋而家咧唔好大聲講啊！我哋個太爺咧都係咁講嘅，佢咧認為咧上天裏邊咧係有一隻天狗嗱。如果大家去過日本咧，喺日本嘅東京啊，或者好多嘅埠咧，都會喺街邊咧見到一隻狗。呢只狗咧嘅
塑像咧就有人去崇拜，系咪装香咧？而家就好少，咁但系咧供奉咧三个咧仲有，咁啊呢只咧就日本嘅天狗，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咧系中国嘅天狗，啊当然咧中国天狗仲有一只打牌嘅天狗咧，啊一只十两个六加埋12点，同一只咧9点啊。唔系呢只天狗，系传说中嘅一个星座或者系一个咧怪物喺天空上高。咁啊呢只怪物咧就咬住个太阳或者咬住月亮，咬住之后咧唔放，好似想食咗佢咁样。但冇几耐咧，又因为某种原因咧，佢就吐翻出嚟。咁于是乎咧。日食月食咧，又有一个完成嘅情况啦，即系话咧冇食到吐翻出嚟咁讲。咁啊，当然咧，亦有好多唔同嘅种族咧，有唔同嘅故事咧，民间故事咧，有讲到咧系邪恶嘅龙食咗呢个日或者月啦，又当然咧，又有好多魔怪。嘅出現咧，都係食日同月嘅。咁點解嗰啲先民會覺得有呢個食日嘅原因咧？咁一陣咧，我哋再詳細啲分析一下。我哋首先講講咧呢、這個天狗食日呢、這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，點解會近年咧？喺英國咧嘅哲學家咧，Karl Popper 咧就用呢個作為一個例子咧，就解釋咗咧佢嘅理論啦。佢理論咧就叫正虛嘅理論，唔係證實，係正虛。嗱，我哋正話所講咧，如果係有一個咁樣嘅日食嘅情況之後咧，嗰啲先民咧就會鳴鑼。打鼓，甚至乎放炮仗，噼里啪啦咁样咧，嚟话赶走只天狗。所以天狗咧受惊之后咧，伶伶俐俐咧就吐翻个日光或者月光出嚟。啊，呢个咧系一个当年嘅传说嚟嘅。咁呢个传说咧唔系成立咗几十年喎，系成立咗几千年喎。咁多未曾有呢個科學，呢、這個體會到呢個日食同月食嘅科學成因之前咧，都係認為呢樣嘢係真嘅，即係話咧，天狗食日咧就靠嘈鬧嚟趕住走，吐翻嗰嚿日同月出嚟。而家你覺得好蠢咧，當時覺得好真。點解？天狗会食日咧，咁而一吵闹咧，系会使到只天狗吐翻个日同月出嚟咧，咁呢个咧，我哋就讲咧，民间咧系有一种扑数嘅，系好直接嘅，将人嘅经验咧嚟到解释呢个天体天象。嗱，人咧养咗狗咧。狗咧又俾人養咗，馴服咗咧近幾萬年，而家有考古嘅證據咧，係可以拎咗出嚟咧作證。人咧同狗嘅友誼咧歷史嘅，而狗呢種動物咧，最初係野生咧，但係俾人馴服咗之後咧，喺家中飼養，佢就當咗咧。佢係自己人嚟嘅咯喎，咁所以狗咧，佢嘅品性咧係好忠心嘅，而且咧好多時候咧係只係認一個主人嘅啫。我有個契爺咧，佢喺沙田住，咁佢喺沙田嘅山背咧養咗一隻咧，我揾朋友啊呢、這個朋友大家都識嘅鄧江榮先生咧，就送咗一隻。
德國種嘅警犬俾佢。咁呢個警犬好細只咧，抱咗翻去佢屋企。翻去之後咧，呢警犬咧只係聽一個主人，男主人嘅命令，叫佢行行，叫佢企就企，叫佢食就食。如果男主人冇命令咧，呢只咁樣嘅德國警犬種係唔會做任何事嘅。最怕佢叫你咬，佢一叫你咬佢，咁咪搏命咬你噶。佢會馴服到咁樣樣，所以咧佢係可以做軍犬去做警犬，好靈敏，好聰明。咁 好啦，講翻咧呢所謂嘅人嘅經驗咧，就覺得狗咧，無論係邊種狗，佢嘅特性咧就係好非常之聽取主人嘅命令嘅，而且係服從性咧係高過其他嘅飼養嘅動物，佢服從性高過馬嘅喎、牛嘅喎，人其實唔係好大服從性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咁樣嘅現象咧，就俾人感覺到咧，狗咧係純良嘅動物，但係咧唔係佢主人嚟睇咧，喺另一個角度嚟睇咧，狗咧係一個非常之惡嘅動物嚟嘅。因为佢除咗主人叫之外咧，佢唔听人任何人讲，咁所以咧，狗咧有阵时咧，翻你癫上嚟咧，叫佢癫狗，就系咁嘅意思。佢真系咧好鬼死恶嘅，咁又有一个名咧，就为之恶犬啦。嗱喺好多时咧，以前啊嘅家居咧，咁有篱笆嘅，咁咧就喺篱笆上高咧写住。內有惡犬，咁即係話咧，行人就勿近啦。嗱，行埋嚟咧，俾只惡犬噬一啖咧，有啲咬住啊，噬住咧，係唔放嘅。哼，唔放咧，就可能唔見嚿肉嘅喎，成嚿肉唔見得嘅。好啊，因為咧，犬同時服從性好高，又同時咧。可能係好兇惡嘅一種動物，佢本死嘅，本死無大害嘅啲狗，因而咧，所有嘅人咧，我哋幾兇惡都好，啲賊到都有怕怕地惡犬三分，因為佢肯拼啊嘛，肯判命啊嘛，咁咪都罩忌佢，咁而家天上嘅惡犬，佢走嚟咧咬呢個月光或者係日頭日光，咁嗰個現象咧係好可怕嘅，因為佢咬住就唔放。人咧或者嗰啲小農嘅農民咧，佢唯一一種方法就嚇嗰只狗。使到只狗咧吐翻佢所咬嘅嘢出翻嚟，咁通常咧就系打鼓、鸣锣或者烧化掌，或者人好嘘声咁样咧作一个怒哮，咁只狗咧可能受到呢啲惊吓咧，佢会吐翻嗰个所咬嘅东西出嚟。咁呢樣咁嘅樸素經驗咧，引致到咧天狗食日如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，就引用咗咧佢哋小農嘅生鳴鑼、打鼓、放炮仗呢一種咁樣嘅吵鬧嘅經驗咧，嚟嚇天狗。咁卒之咧嚇完之後咧，天狗咧就吐翻嗰個日月出嚟，咁呢个系唔系一个真实嘅现象咧？冇人敢话唔系嘅。喺当年，点解咧？因为从来未有一个高人，佢系够胆喺天狗食日食月之时，系唔放炮仗，
明罗，唔敲鼓，冇做呢啲工作，而咧最后呢、这个日头或者月亮咧就出翻嚟，咁即系话咧日头月亮再现嘅情况系同打鼓、鸣锣、烧炮仗、吓惊呢个天狗系无关嘅。嗰陣時係冇人夠膽咁樣做，咁即係話咧，呢、这個 Karl Popper 呢個哲學家咧所講嘅咧，就針對住咧人類以往好多問題都係想當然嘅，佢做咗出嚟證實咗，但係呢個證明唔係等同於事實嘅全部。可能係得事實嘅一部分嘅啫，佢冇證據，佢只有證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 Karl Popper 咧喺近世啊，呢個英國嘅死咗啦嘅哲學家咧嘅一個好大嘅貢獻嘅。我記得咧，當年咧，我初初去移民多倫多嘅時候咧，曾經咧參加過一個咧新教。基督教新教喺城北呢、这个教会咧举办嘅座谈会，个题目咧就叫做有冇上帝？我都唔明点解会邀请我去啊！我唔系教徒嚟噶嘛，咁啊去到咧，我照讲翻呢、这个我所学到咧。嘅宗教知識咯，或者哲學知識咯。咁啊講完之後咧，有好多人聽。嗰次真係全個大堂聽完之後咧，開埋隔離嗰個尖咧嚟聽嘅人都數千以上。好啊，咁講完之後咧，好多人咧問問題。有一個問題咧，我記得好清楚。呢位咧老友咧問我，佢話。上帝嘅證明有冇存在？可唔可以用 Karl Popper 呢個證虛嘅方法咧？當然咧，太多題目咧，我哋幾個講者咧都唔能夠一一作答。呢、这個題目咧陷咗喺我心底，但我冇答到，佢哋又冇答到。其實呢個問題相當易答嘅啫。凡宗教咧。就在乎於一心，你信與唔信，你信咧係唔需要證實，又唔需要證虛嘅，你信就得噶啦。呢、这個咧就係我嘅答案。所以咧，佢問到咧一個咁理性問題嚟處理一個宗教問題咧，其實咧係戇居啲嚇，係唔係好適當。好啊，講翻咧。天狗呢、这个神秘嘅物件喺中国咧嘅《山海经》里边咧，早有一只咁样样嘅神物噶啦。咁啊，佢咧就同狐狸差唔多，所以咧又叫天狗，又系叫天狐。咁啊，与呢个而家话民间嘅天狗食人嘅天狗咧。我睇咧係兩回事。咁另外一隻好出名嘅天狗咧，大家咧都會記得二郎神楊戬咧都有一隻哮天犬喎，呢只相當之惡死嘅狗嚟嘅，養而且咧打得嘅，咁啊所以叫哮天犬啊。咁但係咧。食日嗰只天狗亦唔系哮天犬，喺西方咧，看守地狱门啊，喺地狱个门个闸嗰度门前咧，系有一只恶犬咧睇住门口嘅。呢、这个恶犬咧，奇就奇在系三个头嘅，系三头恶犬看住门口。喺地獄嗰度門口個大門嗰度，
咁睇《哈利波特》咧嘅讀者咧都會知道嘅，希臘哲學嘅或者希臘神話嘅讀者咧，亦會認識呢個三頭犬。但係咧，天狗食日咧嘅神犬咧，一怪犬咧，又唔係呢三頭犬，係另外一隻咧民間傳說嘅天狗。咁問題咧就係，而家我哋講天狗食人，係會咧引致到一啲咧所謂空兆出嚟。空兆呢兩個字咧，聽上嚟咧相當之震驚。點解咧？因為大家或者都睇過呢套電影《空兆》啊，原來咧發生一啲咧好奇異嘅好損害人命財產嘅大嘅災禍之前咧，係有兆頭嘅。佢咧呢種兆頭咧就叫空兆。咁喺呢個希伯來人嘅古老嘅摩西五經裏面，創世嘅裏面咧，就有滅世嘅洪水啦，呢個就係挪亞方舟嘅故事啦。呢個咧日後咧我會再詳細啲同大家講啦。而呢個故事亦同樣喺回教或者我哋叫做Muslim 呢個Islam 伊斯蘭教裏面咧。亦有呢個嘅《古蘭經》咧，裏邊咧亦有如此嘅一段記述。咁呢個咧係當時嘅上帝或者真阿拉真神咧，就懲罰當年咧呢啲咁嘅犯咗惡罪，直情咧壞到極點嘅人。上帝咧喺聖經裏面描寫咧。佢都後悔做人啊！哇，做出嚟人變咗咁核突、咁殘酷，所以都唔係路啦。上帝都後悔，你唔係我講，你可以查聖經。咁啊，於是乎咧就吩咐咗咧，佢唯一覺得係可以流傳嘅異人挪亞，就吩咐咗佢做一隻。方舟而將全世界嘅動物咧、昆蟲咧，每樣咧七對就上咗去方舟度避難，包括挪亞三個仔同佢嘅媳婦同埋佢太太，咁啊流傳咗人嘅一個血脈添。啊，咁呢啲係我係當神話故事聽嘅啫。喺呢個神話故事裏邊咧，就好睇到一樣嘢。就是空災，有禍嘅，有災禍嘅空災。之前呢有冇空兆示警呢？有，有喎、啊。挪亞呢不斷勸人呢係行善，拯救埋你嘅，但你冇人聽佢。咁呢個呢亦係一個呢所謂宣布空兆嘅預言啦。喺其他咧嘅文化裏邊咧，亦有一種咧空兆嘅表現出嚟。例如咧，人咧覺得喺呢個天空中咧掃把星，而家我哋咧就知道咧，原來係一種流星啦。呢種流星咧。唔係循住一個軌道行走，佢喺個太空裏面咧，流動嘅時候咧，佢或者咧會產生一啲摩擦嘅火花，咁咧見到咧就好似一把掃把嘅尾咁樣拖住，咁而家咧就另外一個睇法咯，認為咧掃把星咧唔係空得曬。而且咧，呢種流星咧
系好美丽嘅添。我又唔记得咧，好多后生仔咧走去专登去郊外咧，嗰晚知道有流星雨，吓、啊、就去睇睇，觉得咧好 romantic。唉，同埋个女朋友去睇咧，相当之流星雨嘅空中划过咧，好似系替佢哋咧证明咗咧佢哋嘅恋爱。咁但系咧喺古时咧，呢一种彗星或者流星咧，或者扫把星咧，就是一个凶兆嚟嘅。佢嘅出现咧，势必咧系会引致到一啲咧凶象，一啲唔好嘢发生。同其时咧，亦有得觉得，譬如喺戏曲里边咧，有一套叫做《六月飞霜》。六月咧，我哋知道系夏天嘅时候。但你何解会喺天空中有结咗霜嘅冰幕呢？咁呢即系话咧，嗰、那个天咧系预告咗咧呢、这个地方咧，六月飞霜嘅地方咧系有一啲冤案。佢系用呢种咧个天系用呢种咁样方法咧嚟到去示警，所以叫做凶兆。亦有一啲咧，譬如系地震啊，譬如系海啸啊，或者咧其他咧变异嘅情况，咁咧都会咧系一种凶兆。咁实际上咧，喺朴素嘅人嘅经验里边咧，又发生噶噃，又真事嘅。喺一隻沉船啊，只船咧将快沉嘅时候咧，就据闻咧船上嘅老鼠咧，唔知点解会知道咧系失方咁样咧，四围走，四围搵窿圈。咁呢个咧，当然就系沉船嘅凶兆咯。咁又会咧睇到咧，譬如话一个地方无端端。嗰啲昆虫或者雀鸟系好惊怕咁样、惊慌咁样咧，四围盲头乌蝇咁乱撞。咁呢个时候咧，亦系咧，解释为一种凶兆。呢、这个地方咧，将有一啲咧情一啲唔好嘅情况发生。咁事实上又会系会咁。譬如喺一啲咧，气压低嘅地方。当就嚟会有飓风，好似香港嘅天鸽咁就嚟嘅时候咧，就会好多昆虫咧系飞咗出嚟咧，有啲曱甴咧四围天空乱飞。我细个见过啦，系啊，真系咧满街曱甴，嗰只咧硬壳曱甴添，就平时见唔到咁多嘅，哎，飞实出嚟，呼声。就撞埋喺灯嗰度咧，啵啵声。仲有一啲咧，飞蚁，飞蚁其实就系白蚁嚟嘅，嘣碌碌咁样四围飞，咁咧系引致佢不安咧，系发出一种咧示警。其实咧就系气压低嘅时候，佢哋咧嘅生活突然间咧嘅气温啊、气压改变咧，引致到佢咧无所适从嘅。但咧人嘅朴素经验咧，就会将呢啲咁样。咁样嘅警况咧，视为一种咧上天对佢哋嘅一种咧暗示。解会有呢个咁样样嘅凶兆嘅做法睇法咧，最重要咧就系、是。在现实的人的社会里面呢，是相当之少公义，相当少呢这个公道公正。人呢最后追求一个公义，而公义呢不是只是说一个法律，法律都可以呢由人做，不是一个立法。即使是一个民主的立法都未必能够达到个公义。
嘅圆圆公义。所以呢，人呢最后是相信呢天上天就是最公义的，最把持呢个公道，唔止自在人心，而且公道呢是在天。你话天呢，呢、这个好抽象，系一个中国人呢系相信呢，佢哋天，佢哋嘅天呢就系一个呢实体，呢、这个实体呢系公正严明嘅公道，而且呢公义嘅。喺外国呢，譬如英国，英国呢最后嘅公义呢就系上帝，因为佢有新教嘅背景呢，上帝呢就系最后公义嘅把持。中国人呢就唔系用上帝，尽呢个名都系中国人改嘅，西方传教士呢用咗呢个名作为呢大草 God 嘅一个中文。中国人呢都系用天啊，天，天知道。问天呢，呢啲呢都系呢崇拜对天嘅一种呢信任，同埋呢觉得天系爱护黎民嘅，系会向我哋呢示警，系我哋向我哋呢发出一啲警告，而使到呢我哋呢可以逃避灾难。但系呢细心再谂谂呢种事情，或者之前我所讲嗰啲咁样嘅自然嘅现象，系咪个个信呢？并不系，唔系话而家我哋科学嘅比较发达嘅时候，唔信。喺古代都好多人唔信嘅，唔信咧就系你有你讲，我有我做，睇下点。但好多时咧。就是这种这样的方式来对付所谓天意，所谓呢事情。但是相信的人呢，相信呢这个事情，或相信天是早啲会通知你，天是爱护你想救你的呢，那些人呢亦会呢出来行善，或者呢警告人唔好咧再作恶，要积翻啲德。如果唔系咧，呢、这个共业咧会使到咧呢个社会咧蒙受灾难嘅。两化两极端嘅讲法都有。咁但系咧，我哋要睇翻刚才我哋所讲嗰、那个所谓天时景的这个这样的观念。天时景的观念呢，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到证明所有的自然的现象或者异常的现象，就是一种呢示警，是表示警告，是天对你对人的一种警告嚟咧，又好难证明。因为有阵时咧，发生咗一啲自然灾难之后咧，又唔见到有乜嘢嘢实质嘅事件噶。咁咧，当咁样发生嘅时候咧，人咧就第一有啲人唔相信啦，有啲就会觉得咧迷信啦。时辰未到呀，唔系唔准啦，若然未报就时辰未到呀，咁呢亦会呢警惕自己。咁尤其喺中国呢，喺四千几年嘅历史里面呢，中国人呢有一个叫做忧患精神。嗱，呢四个字呢大家呢可以细微斟酌下。忧患精神系乜嘢呢？是呢觉得自己经常在危险的边缘，在危险的处境里面呢生活着。
呢个忧患精神呢，系来源于咧中国喺北方嘅时候，北方居住嘅原民咧，佢哋咧经常会受到咧经常咧受到黄河泛滥，同埋经常咧受到咧好多天灾人祸，咁咧，所以佢哋咧亦系咧时时警惕自己，要做好啲啊，要生活好啲啊，或者咧甚至乎咧要知道满足啊，时时下下咧唔好话埋怨个天啊，不怨天不尤人。嗱，呢啲憂患精神咧，真係咧係中國咧一個好特有嘅人性嚟嘅，而且咧係督促緊咧我哋中國嘅人咧係面對一個危險，而家提起勇氣咧面對一個災禍，喺災禍來臨嘅時候咧，佢知道如何平息自己嘅心境。嘅心情，从而咧发奋，从而咧累积佢哋嘅能量，所以咧喺外国啲人咧，而家嘅地方时候咧，好多时咧外国人唔识咩叫储蓄噶，佢真系成世都唔知道咩叫储蓄，但中国人咧10个有9个9都认为咧好天就揾埋落雨茶。就要儲蓄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咁呢個咧，亦係一個憂患精神嘅表現嚟。我哋咧，從咧今次嘅日食，又可以咧，同大家講述咧呢個天狗，又可以講述到咧呢個點解會有天狗，點解會有空兆，人點樣樣去對付空兆咧？系咪信或者完全唔信呢？再讲到咧，中国人嘅忧患精神，佢系我哋立呢个民族、汉民族或者其他57个少数民族嘅处身立世嘅一种咧，思想嘅源头嚟嘅。我哋不可不知，又唔能够咧完全咧忽略晒。咁所以咧，就算一个咧日食咧，我哋都系。都可以咧，领略到其中好多道理，而且大家咧系可以咧分享呢啲道理咧，使到咧你更加明白多啲咧人性。好啦，今日咧时间咧只系讲咗40几分钟，但系咧就不在乎咧长短，在乎咧大家咧乐唔乐意咧接受。咁啊，可能中间咧。而家我喺香港咧，呢个地方咧，可能嘅传递咧有啲少少阻塞，但系咧声音应该冇问题嘅。咁紧祝咧大家咧生活愉快喺呢个台风之后咧，家园咧，尤其喺澳门嘅家园咧，好多咧都系受到好大嘅创伤，而我哋咧寄予好大嘅同情，同埋咧。協助，起碼咧個心咧係祝福緊咧各位咧受到10號風球呢個風災雨災之後嘅人民咧，希望佢哋咧重拾家園，好好咁過生活。好啦，咁時間亦係差唔多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